谭俊彦呢日去到电台宣传主演嘅电视剧《小朋友》，最近因为疫情而停课，咁咪多咗好多亲子时间咯。多好多，尤其是啱啱今日收到消息，要3月16日先会重新开学，亦都唔知系唔系嗰个时间可以开学嘅。咁而家就似以前成日话 homeschool 咯，喺屋企，我太太又可以同佢继续学下写字啊，我又同佢睇下书啊咁样。最重要是運動，在家裡都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健身操啊，或者可以跳下舞啊，那就最好。提到好拍檔羅仲謙，剛剛就宣布太太楊怡有喜，譚俊賢都好替對方高興啊！恭喜他啊！其實點講咧，我哋呢個年紀差不多噶啦，可以同阿謙講一聲，而家可以玩玩多啲啦，遲啲佢再追多兩個嘅就冇得玩噶啦，信我。